了门，关了窗，熄了灯，闭了眼，什么叫小月叔叔、哦、太没油了，追求月呀。对对对对对对对，我是上来追小月的、哦、哎呀，很久没有听到这句话了，非常的亲切呀。你今天不忙吗？我不忙，你们这是弄什么呀？这么多、哎、这么多柴。搬火柴。上面漏雨。哦，漏雨了是不是、啊、漏雨了。哦，是这样呀、哦、哇，这么多。你看你看，你都出汗，你的头发，你休息一下嘛，一会儿洗一下就好了。来，嘿，没事。你看头发这么多，一会儿再洗洗、哎、叔叔休息一下嘛，你看、哇塞，不能休，要下雨。不会的不会的，你看你身上都、出汗这么脏了，休息一下。 你坐吧坐吧。哎，好好好，你看你休息一下呀。吃过饭了吗？吃过了吃过了。哦哦，来，我来我来我来，叔叔，这个你休息一下，来来，我会的，我会的，不脏不脏不脏，我会我会。太脏了，哎呦，这个都不会的话怎么搞？这个、我会的，是这样吗？哦，不，是的，完了，你不会弄的，太尴尬了，来我看一下叔叔是怎么弄的。哦，是这样是不是？是啊，嗯，就这样的。哦，是这样。嗯，你学习一下吧。我学习一下，以后有用处的啊，以后有用处的，真的。造吧造吧，你造吧。没事没事，那我们一起弄吧。不弄不弄，这个啊，来来，我来，这个我来。搬到哪里去？搬那里扔到那里就好了。这里是不是？对，扔进去。好的，小心一点啊。好，没事的。还有呢，这些要不要搬呢？太脏了。不用，没事。哦，这里还有一个。你哥，你衣服弄脏了，不用翻了。脏了就洗嘛，脏了就洗就可以了嘛。这个很脏的。没事，脏了就洗。抓吧，这些要不要弄？这些不弄了，不弄了，你休息一下。没事呀，没事呀。你休息一下，没事的。太脏了，那我们休息一下好不好？可以。我们休息一下。休息。哎，休息一下。坐。然后呢？好，坐吧。然后呢？我想问一下小月，就是。你上次是怎么说服叔叔的呀？哎呀，你不管我怎么说服，只要我们两个好好在一起就好了。啊，也对，但是我真的好奇呀。但是要看你的表现哦。啊，要看我的表现是不是啊？嗯。那肯定呀，我肯定要表现的，对不对？其实我今天上来想说一件事儿，叔叔。啊，说吧。就是。你同意让小月我们两个就是谈恋爱了嘛，是不是啊？所以说我来这边呢，小月我们两个在一起快一年了，认识快一年了，是不是啊？所以说你们这边的家庭包括你们的亲戚我基本上我都认识了，我也能了解了，所以说我想着过几天呢，我要带小月回杭州去看看我的家，去了解我的家庭情况，看看车啊，看看那个呀，让他去了解一下我的爷爷奶奶姥姥姥爷，特别是我的妈妈特别想见他，他非常的期待叫我把小月带回去看一下，生活一段时间也互相了解一下。我觉得我谈了一个女朋友带到我家里面去了解情况也是很正常的，所以说我们两个在一起这么久了，他一直都没有了解过我这个家庭情况，所以说我想带着他回杭州。我同意，还在几天，马上走不行的啊！你爸爸都还没有同意哦，不能走哦。你们天谈恋爱在真灵塔哦，没有违停的哦，要爸爸你爸爸同意才去吧。那行吧，没事没事，可能是我太着急了，太开心了。不要着急嘛。好的好的，我以为你会同意的。没事没事，主要是我妈妈想见她。小月是一个淳朴善良真诚的一个姑娘，特别好的一个姑娘，所以说我妈妈想见她，我想着我也带她回去见我妈妈嘛。我们两个出去有一段时间了，我这边公司也很久没有打理了，我现在已经把她打理好了，然后呢上次我妈妈身体有点不舒服，我也想回去看一下我的妈妈，顺便带着小月去的意思是，但是您这边不同意的话没事的。不用不用。没事的没事的。小月，我可能明天后天我就回杭州了，但是你要等我，我顶多也就五六天四五天我就回来，好吧。
行吧，没事的，叔叔的想法我能理解，我能懂，我尊重你的想法。每个父母呢都会担心自己的儿女，所以说没事，咱们慢慢来吧。饿了没有啊？我不饿、啊、没事做饭吃吧。我没事的，没事的，我饿了。哦，不是，我不饿，我都有点那个了，那个啥，没事，来来，我们一起干吧，我们一起干，你看，不用，太脏了，你看我们。没事儿，没事儿，人多都是灰尘，人多力量大嘛，不用，衣服脏了，我们可以把它洗掉的。哎呀，不用，你坐，没事的，来吧，干吧，不用，这个是要搬到那边去的，是不是？不是。